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6月15日，让这款《英雄觉醒》，这是一款由 Inbar 开发的欧美奇幻风放置 RPG 手游。而商店目前的下载次数是10000+，为国际服版本，有多国语言可以切换。中文部分翻译怪怪的，应该是机器翻译。官方 FB 有 S2 代码 ，Welcome to S2， 可以领取一些奖励与十连抽。开启游戏后直接游玩，没有登录账号，也无剧情交代。战斗模式为敌我上下即时战斗，血条下方是能量条，英雄的能量条满后会自动释放技能。英雄多达70多位，分为职业与种族。画风采用 Q 版欧美 3D 模组，初始送的都是女角，只是我没有很喜欢这种画风。五人组队分为前后排，有种族克制。英雄觉醒后也能获得新技能。总的来说，中规中矩的放置型 RPG， 功能界面不会太明显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好的，来吧 ，Heroes Awaken， 英雄觉醒，应该是有中文吧，因为这边有版本嘛。好，运作中，应该是有中文。直立式的放置挂机，10之89，我们给大家跑一下。关卡1之1，战斗，再小声一点。I'm on the prowl.然后有英文的语音，有没有玩过啊？视野不能旋转，然后它会自己放技能。哦，蓝色这个满了之后会放技能。MVP。I'm on the prowl。欧美画风啊，不过是有点 Q 版的。就身材比例比较 Q 版的 3D， 刚那个模组是 3D， 然后战斗应该也是 3D， 然后上下战斗，然后是目前是全画面，有的放置是大概就1/3嘛，也许在中间这样，然后可能有其他对话框啊，或者是聊天室啊，一些升级的功能。我要往后拉，为什么？所以因为我是远程吗？然后骑士站前排，那战斗不是回合制，是即时战斗，敌人会往前，我们也会往前。好，大概知道了，大概知道了。刚刚没有动，应该是因为我都是远程吧，那边射没注意。啊，这个是放置收益。目前为止中规中矩吧。聊天室好像有一个人在那边讲好友加加，这个应该是属性阵营哦，阵营克制，然后还有一些加成。邪恶刺客啊，翻译问题吧，他就叫啊。机器翻译没翻好吗？哎、欸，我们不是应该有拿到吧？还是我忘了？哦，在这里啊，他是刺客是不是？他直接跑到后排去。音乐倒是有点柔和，然后教学已经 OK 了。没有剧情，感觉蛮换皮的，只是他换的是欧美奇幻风吧。都抱歉，一直没打好，因为我的前面是放麦克风啊，麦克风，然后才是键盘。他说要3到12哎、欸。这边有 ID 家族伺服器，竟然没有让我选伺服器，就直接到这个页面。然后这是我们展示的英雄嘛，然后设置兑换码，哦，有兑换码，有脸书吗？可能要找一下吧，我来看一下哦。有 Discord 也有脸书哦，好，有脸书，
我再把脸书 Facebook 贴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了。好像有那个什么初心包哦，看了一下，我有兑换码，我们来输入一下吧，兑换码，这里，这脸书上找的，有一些召唤卷，点的不知道，可能是普通跟高级召唤卷吧，然后是国际服版本，目前下载次数，几万，1万加。什么时候开服了？不太知道，因为我是在那个 QOO 看到的啦。QOO 说它是6月13号更新的。好，这个是普通卷轴哦，有了，有跳出来。好，这边是聊天频道，是不是？English Channel Global Chat。英文频道跟这个全球聊天。大部分都国外玩家吧，我在想，国际服嘛就稀释掉了，台湾玩家比较难遇到，而且我也只是试玩而已啊。然后这边是任务，每日任务、每周任务，我觉得它翻译好像是我刚用到英文的吗？怎么突然全部变英文？刚不是跳过了吗？可能你认为我按到吧。我想说他怎么奇怪变英文？好，每日任务。他这个进度任务，我觉得他是用机器翻译的。可你可以翻成成就任务吧？成就什么的？首次购买手厨这只，不知道是什么角色啊。反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角色都是女的，而且翻译很怪，白开手，因为机器翻译嘛，多国语言嘛，啊，不可能特地找人家来翻译，也就是用机器去直接复制贴上。城堡还没有，多乡村，这怎么变简体字啊？我本来想说是多村呢，结果是乡。英雄目前3个。这个有点像亚马逊战士哦，丛林女王、炙热晨曦、骑士玛利亚、邪恶刺客。我是觉得她的脸偏写实一点，所以不是那么可爱，不是那种二次元的。好，这有点像 BOSS 的，上面有一个秒数。时间倒计时，我们打得过吗？没有养成，打得过吗？我们的刺客是不是死掉了啊？对啊，打不过哎，要养成一下。这里有加速啦，20、16，还有 VIP 2，他让我输就对了，失败了，defeat。那我们就要去。养成，佩戴装备，我现在11级，哇，没有戒指，糟糕，没有平均升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放置收益。好像不太够啊！有没有2小时啊？没看到2小时，一件奖励。哎呦，这里正在冷却，下次刷钱不能直接拿哦。今日剩余是零次啊，然后世界地图啊，上了啦！我们骑士10级等应该不会输啦，刺客1等而已啊，刚刚刺客就被杀了，我都没发现。为什么骑士没有一些弄个挑衅啊、嘲讽啊、巴西果啊？哦哦，有出了一个无敌是不是？有一个房屋长。啊，骑士怎么10几级还是弱弱的啊？直接被打到快残血。
啊，往下一个章节。他的音乐真的看起来听起来很轻松哎，没有很紧张的感觉。我们到章节二了，正在查看城堡开了，我们回城堡。这边是辉煌的英雄。哎，我没有这种卡池哎，我没有这种钥匙哎。搞不好只要氪金是，直接给你了。最多收到100是召唤椅唤醒英雄。这个任务送我们10吧。结果是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宝箱、宝石。啊，点击怪怪的，在这里聊天。中文频道、世界频道、中文频道没人啊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在这里聊天？啊，在这里聊天是叫我打字啊？我想说是有人在那边讲话啊。次数出来了，刚刚不让我用，现在出来了。刚刚想说零次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我们就可以养成啦、啊。好，商人，这边有一些氪金的东西，月卡。好，我们上阵五只。好，战斗。哇，这边怎么有一些投石机呀、啊？那个是豪猪投石机吗？好，因为我们有养成啦，所以就切过去。通常是这样，放置游戏都是这样。好，那差不多了，这个游戏中规中矩。哦，中规中矩，蛮完整的啦，蛮完整的。然后功能界面也不会说很换皮啦，就是不是那种路服那种很换皮的，什么试任务啊、解锁神器啊那一种的。它也不是左右互撞回合制，它是即时战斗，然后上下这一种的，打起来比较流畅一点啊。那现在打很快是因为我有练等嘛，所以打很快。而且我们5-3啊，欺负他们。这边你就是要安排一下阵型，安排一下你的阵营啊，阵营 buff。好，那其他玩法都在这边。阿写乡村，完成乡村竞技场啊，卡高塔、赏金猎人、神的矩阵、地下城，我现在还没有解锁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